主料：面200克，萝卜2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到2小时。制作时间：1到2小时。用擀面杖将型好的面擀成圆形的薄片，将和好的面擀开了成薄片，将面条切成细丝。准备使用，用萝卜丝下锅，加适量水，烧开了，将手擀面下到锅里，将锅烧开了，面浮起来就熟了，装盘子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和的面要硬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